新娘来送花来啊！来来来，好，看到我们有一个动作，有一个动作，来，这个动作呢，看着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花春雪是花，樱花怎样？樱花雪啊，好像来答对了，对阿公，谁谁谁谁谁，好厉害！哇！阿丽姐弟，这样在干什么？这不知道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阿丽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伫个散步啊，是伫，啊是伫创啥货？走路。你赏花一边赏花一边走路啦，它其实它就是一边散步一边赏花的意思。答案就在这个题目里面了。啊，他就是在招老师散步，哪里有钱？招老师散步。好，那那个谁刚刚拍手拍的最大声？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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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手。哦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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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这边呢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也有哎，这边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这边有哎，有一个那个带的花。啊，真的。哎，对，哇！把这花叠起来，把这花叠起来。那老师跟这个阿嬷一起拍一下，哎，你送的小礼物，去跟他拍一张照片。来来来，我们把阿嬷带出来拍一张照片，跟老师一起合拍。哎，掌声鼓励！好，来来来，老师你到前面，跟他们三个一起拍。哎呦，哇！一起来，来，阿妈，你来，